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是第20届三星车险杯世界围棋大师赛32强战的最后一盘。我们为大家今天挑选的这盘棋呢是中国的郁之颖五段对阵韩国的崔哲汉九段，依然由刘老师刘晓光九段为大家来讲解。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的这盘棋呢，就是最近下的这个三星杯，有郁之颖。这个郁之颖呢，这一次呢是，大放光彩的，在这个 比赛是中的，比较引人注目，因为他连克两位韩国的这个高手，然对，后最是后的，出现，没错，他第一盘赢的是韩国，也是鼎鼎大名的木正硕，对。然然后，后他呢，因为双败淘汰，他中间输给唐维新。那么之后，唐维新赢了他之后出现，对，然是的，后他最后对了崔哲汉。崔哲汉呢，他把这盘棋赢了之后，使得他出现淘汰对方，自己对，出现。是的，好，我们有一些现场的画面，先去看一下。好，这啊，是这是看到三星杯的新闻发布会，应该新是。发布会，这好，是这是赛比场的赛场现面。场。这个应该是第二盘棋下的时候吧，所以是，人还比较多。这个是崔哲汉，可以看到的。哦，这李这昌镐，对，李昌镐，李昌镐这次也是发挥不俗，以2连胜的战绩呢率先出现了。那么，但是李昌镐啊，也不比他当年了。你看这个李昌镐，我也觉得瘦了一些了啊，对，好像比当年要瘦一些，瘦一些了，比最辉煌那个时候瘦一点。对，他在三星杯上呢是夺得过3届冠军，从第二届到第四届都是他拿的冠军，这是韩国棋手金东浩。这次呢也是以2胜1负的成绩后来出现了。那么韩国棋手呢在前2轮呢发挥的都还算比较稳定，前4名排名前四的棋手像朴廷桓、李世石、金智熙、朴永训都出现了，还古有李力昌镐也和是。十月呢，是我们内部这个这是内战。内战对。国际比赛的内战。对。但是他们两个呢，在第一轮都不发挥，输给对对，方，所以他们使得他们最后相撞。没错，第一盘呢，10月是输给了朴永训，然后古力输给了许英浩，然后第二盘呢，他们这是败者组了，已经是，这是是徐凤徐珠凤和珠，金智熙，两位韩国的棋手，徐凤珠是老将，对，金智熙是不是看起来表情比较轻松一些？其实觉得，跟老前辈在对弈。对，其实这个双败淘汰制呢，相对于一线高手来说啊，就允许他们可以输一盘，然后再扳回2局，这样呢，对于保留种子选手比较有利。这个是当年在三国擂台赛上能够9连胜的徐凤珠。对，徐凤珠是个人物啊，这对。个，棋非常细，也跟曹新玄那个时候是一个对，同时代人。我们现在看到左边的这位是伊田季姬，这是，唯一参赛的欧洲选手。伊田季姬，对，伊田季姬是三头星发杯。也有点变化，伊田季姬，所以这个岁月还是不饶人呐。对，就下棋的姿势依然是很虎啊，就觉还得。是当年的动作啊，对，是的。伊田季姬，你看对，架势不错啊。对，他是三星杯第一届的冠军，所以这次能够参赛也是挺有意义的，觉是，得，看到于志莹了，这是好，我们现在来关注这盘棋局。这盘棋是于志莹之黑，对，崔哲汉之白。没错，那么我们现在来开始这盘棋。这个，黑棋下了一个小目，小目，然后再错小目，对，白棋这儿下了一个目外，然在这儿，后大飞手脚，这个都是也是常见的一种布现局，在很流行流行。啊，对，然后挂角，以前都是加工居多，现在呢，我看最近下黑棋呢，这是贴6目半，那么
天六木半七木半的时候还都拖这个，现在都是这个流行，现在实战也就是这么下的啊。这个普普通通的这个一种流行趋势吧，可以说以前都是拆在这个地方，现在呢这个崔哲翰呢他是换一个是高位，那么黑棋肯定是走这个了。和低位和高位区别有点区别。也许崔哲翰觉得对方是个小女孩子啊，这个走一个你不认识的，可能这个让你稍微动动脑筋，这个女孩子可能没见过这个。没错，高位跟低位我现在觉得区别大吗？高位呢实际上它下一手它比较难，本来低位它下一手能跳起来补，现在它补这个都不好补。那么就是说他下高了之后他就打算往中央去了，或者说干脆脱先，干脆脱先、啊、或者说以后他这以后有个打入啊，中间有个打入，是的。那么他实际上他是走了一个这个补了一个大跳了一个大跳一个、嗯、你说和拆低位跳好还是这个好真的是很难说，难说，也许他变换一下手法我觉得这个走这个呢手脚当然也是一步棋，就是说本来不走这个他不走这个手脚守这个脚 是吧、手脚也挺大的也可以，但是现在这个布局应该说好坏都还早，这很难说，只是一个布局自己的喜好，然后就关键是后面的演变，你的布局的后面的处理是最主要的。是的，但是这边走完了之后黑棋于志莹在那边高挂挂这个，我觉得肯定是要走这边的，这是的挺大的，因为这个低位咱刮那个刮这个比这个好、没错是这样。现在白棋尖低加，对啊，在这一带呢双方这对于定式的选择是很有讲究的，因为刚才白棋在这儿呢已经选择了一个取势的下法，那么当然在这一带他想要有所呼应，但是作为黑棋来说呢他想要破坏白棋的这种意图吧，应该他实战是拖了一个，其实这个走的都是非常普通的定式，这个最常见定式，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非常普普通通。那拖那个是最常见了，是吧？对，白棋就搬了一个，搬一个，对，退一个，拆二，然后拆，对，这个后面呢，这个走法呢，这个是大家可能不陌生，因为它出现过多次这种下法，大家都是这么下的，是吧？这个下法特别多，这个黑棋于志莹呢他也是这个也是走的定式呢也是经过研究的，这个是不是信手走来的，他就靠了靠一个，这个是在然后再点这个 点一个，对、点这个，这个是是、对，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定式，这个他那个走呢为了弃子，这靠呢也是有预谋的，然后这个哎呦，打吃，他是这个预谋的，这个算法啊哈，我们再往下看。然后跳加对，关键是这个要跳加。白棋打吃。打吃。打吃。对，把这个提掉。然后断。断这个。对。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奇怪，如果说对于这个定式不太熟悉的话，觉得他一长，哎，你接上我不是把你这个子打吃掉了吗？但定式当然不是这么，关键有后面的关键有后面的后续手段呢，使得这个先靠这一连串的下法，这是大家公认的成为一个定式，现在黑棋必须要打这个关键在这儿，不打这个是肯定不行，对，那白棋肯定不舍得这个子给你空提，那不行，肯定是长，那太亏了，对，所以必须长出来，而且下一步是要虎的，对，在这儿虎在这里，虎在这里比立一个好，是的，立一个不好，立一个的话，假如说他立的话怎么样呢？好，我们说说啊，嗯，如果你这白棋是长的，白棋现在长，立一个、黑棋假如说立，他也叫吃，他打吃，你这面叫吃都先手，你粘上之后他尖在这里已经把你吃掉了，这样的话你这个你即使拐一个，拐这个，对，拐他就吃掉、这个就是说这两个子啊这个活力大，和刚才不一样。我们再看实战，实战就不是这样了。实战呢，就是说，对，黑棋打吃，白棋长，所以他要虎一个。这棋，你这个是必须要先打一个。嗯，先打一个。
这必须得打，打你否则被我一扳，你就吃不到那个四个黑子吃不着了。打完之后必须让你卖完之后再打这个，打这个好，这面呢就是变成一个必须的了。对，多其实是多铺一个让你形状难看一点，然后呢黑棋还是要靠在这儿。对，这不靠是好棋啊，也而且是不能粘，粘了被你尝以后是的。现在单靠，单靠你也不会去提，提了那个，现在关键说这个地方。对，即使提了他也得往回补，哎对，否则这脚上气还是不太好使。是啊，现在白棋最佳的也就是尖，小尖这个你还得要尖一个。嗯，关键是他要能把这个打拔是先手，现在打拔，打拔，对对，提掉。这个时候如果被黑棋不走，被我那一挡啊，这个棋白棋比较麻烦。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白棋脱先了，那么黑棋要挡下来。对，你现在虽然说外面你觉得你提掉能延出一口气来，但是人家挡住之后，你这首先是已经铁厚了，这个有可能那里面收起来特别累。是的，而这个又被他抓起来，以后被三个抓起来，这是不可以的。对，这样下不好，所以他宁愿后手去补一个。是他，所以要补，这是经过很多棋手在这儿演变实战的进行的结果，研究出来的结果，这是最佳。然后白棋就自补一个。对，所谓定式呢，就大家都认可了，觉得这么就是就这么下，大家所以都变成定式了。对，现在总是这样呢，黑棋就是他要么是补一个，但是呢，现在他补了之后被白棋手脚他不肯。对。这个也有定式，就是说继续走。就走一个。走一个的也有。现在这样走一个。对，如果那面是个三三，可能就补一个了。但是呢，那个手脚觉得不错，所以那个于志赢了，称一道，他呢，就在你白棋补了这个，白棋补了一个啊，对，然后白棋扳补，然后现在黑棋抢这个大的，就用这个挂角比较大，对，他这个地方头顶住人家的，跟你接上不一样，如果是黑棋接上的被白棋长出来的，那是不行的。如果这个子放在这里被他一长，是个好位置。现在这个呢就是稍微比较撑一点，对，普通是要闷住走那个定式，如果配合好一点哈，但是现在呢他觉得这样还不够满意，撑一点，他要白棋必须管出来。对，这个人家不补了，你这个被已经被想手脚的地方被人家挂到了，对，如果这里再不管出来的话，没法对他这个脱先进行惩罚，对，这个拐出来也是必然的了。黑棋接上，对，那就没什么好想，你要长，长一个，拆二。这个下完了，这定式的这个延续，这个呢当然是非常大，但是白棋这个拐出来之后，这黑的这些子啊，也是有点那个什么，坨在一起，对，好像其实觉得。都贴在人家身上，是这贴得太紧了，是是，如果能稍微离远一点就好了。所以现在白棋点刺一个是比较，对黑棋来说这一坨子啊，是有点这个黑棋的子力有点不舒服。假如你粘上，对，现在如果黑棋粘上，那他可能飞一个，飞这个，飞一个就这个还是可能就这么进攻，对，也可能。这样的话，可能跟那边就配合上了。对，这几个虚的地方跟这个配合起来，应该说也是白棋也挺好啊。就觉得黑棋这个形状实在是太凝重了，这数数刀疤，我能数出三个来。对，中间一个不肯走这个，是的，不肯。那个，所以黑棋呢，它是走的跳一个啊。黑棋小跳。跳一个，对。这个先那个不让你，要现在断嘛，我就上面靠没事儿。那么现在白棋就继续进攻，再跳一个，再跳一个。反正这个地方断不断的不着急。对你，你若粘上的形状也并不好看，先粘上它可能就中间加一个，也没关系。但是现在呢，黑棋这个棋就现在这个时候啊，黑棋下的应该是那个一步算是比较好的啊，他认为在这个地方刺一个，这个应该这个手段应该是不错啊，因为你要粘上我再粘，假如你粘我再粘上这个，比如你粘上黑棋再粘，你封不住我了，就跟刚才
现在封这个黑棋就比较难了，不是那么回事了，是比较难了，就有破绽了。对，所以他先跳刺到一下还是很有好处的。对，就不一样了。对，如果不跳，那被我夹住，现在就不同了。现在你要再夹我，这有靠出来了，是吧？这个，所以先刺也是，哎，好棋必然的。黑棋要先点刺他一下，点刺一个。那么白棋呢，不肯下成刚才那个样子，接对。所以他要反击冲过来，冲过来那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是必然的一个转换了。对，是的，实战一个转换。黑棋冲，冲一个，白棋冲，只有这个冲，因为你不没有袜了，袜被我打断了。现在呢，你也必然成为这样，干脆弃子了。得粘上。对，弃子得了。这样那个这是弃子，这个又弃子，十多目棋啊。是也是没多少目，但是呢，它主要是这个也挺厚，这个利弊应该说难说。你喜欢哪个呢？邱老师喜欢哪个？我本来想问刘老师的，我反问了一下，让我选的话，我也很为难，为难啊，这是就觉得白棋哎实控挺大，但是黑棋呢在外面，因为他刚才已经走到了两手棋，对，然后在这儿走了一串，现在轮到黑棋下，黑棋下，对，这局面还很早。单就这个局部而言，我觉得还是两分吧，还早得很。现在黑棋它是这往正面走，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白棋也算不错，因为实战啊，我觉得它是这个走的这个。对，小尖。这样。您觉得它怎么样？这个。这个实战普通，但是多一个段，多一个扳。那还不如干脆就这两个直接给了。就长一个算了。长一个也可以考虑。啊。就干脆就长了卖掉算了，这样呢，就是说省得你那个后面有个冲的时候就长，接上，再交一小尖，尖这不要贴，这样你搬我能搬起来，对，是的，也可以考虑吧，嗯，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边走完了，这儿有个尖的好手，我一直是觉得，我要是我都觉得这个小尖是不是可以打入先试一试，很想这么下，但是那边也是有一个天大的棋。所以这就是棋风差异了，就是可能偏进攻型一点。如果这样走、像刘老师这样打入，如果这么走，那么白棋肯定是必然是走这个，这个是好点。对，这个太大了。那如果尖在那个地方，那我要是我干脆就真补一个得了。因为我觉得飞一个挺好的。也很大，是很大，很想飞。如果是这么个交换，这个头应你搬，我能搬起来。对。你要尖，我就干脆忍一下，这个脚上靠三三，我能立下来，干脆就把这个都呼住。应该说这样，要是我下黑棋，我有可能这么选，有可能。对，我觉得挺好的，这样。这样选择呢，这个路还早，应该说是一个慢慢比关子的棋了。可能是差不多。早得很吧？早得很，对。这样下。是。那么现在实战不是那样，实战啊，这个就是。实战下成这样了。对。这个黑棋是小尖一个，哎，他这样就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刘老师刚才说，这个扳头它是软的，它扳不住，对，它只能拐回去。这以后反正总这多一个断点，多一个断点。他可能啊还想啊，以后我堵着你想要这个便宜，这一定比较狠，多半人家会断掉。对，他说我以后扳你，我如果特别厚的话，这黑棋在堵着你是先手啊，堵着你，你还得吃这个，我还要这个便宜呢。这也是一种思维，这就抢手的思维啊。但是这个堵呢，又被他扳，被他有断，不见得行。白棋现在小尖，小尖显然是一个大的，对，特别的大，特别大。对，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刘老师您是不是还是像刚才那样，还是要飞一个呢？就是觉得飞一个挺大。那这个地方多一个软头，这有个扳，这就不如刚才那个了。总觉得稍微刚才那个长这儿就没有毛病。因为刚才那个没有毛病，这个来这个守住这个边控啊，感觉厚实一点。是的。这个棋当然也是一招棋，这个也不小，非常不小。对。非常不小，这个至少是可以考虑的一个点啊。是的，是的。嗯。但是实战呢，他没有这么下。没有这么下。白棋小尖了以后呢，黑棋脱先了。他觉得硬一个呢可能不太舒服下的，所以他就下了一个小尖在这儿。那么脱先了之后呢，那边轮到白棋动手。那刚才呢，我们为什么强调他要飞一个呢？是想把这个脚控啊连带这一带给他撑起来。对。
但是刘老师就觉得这儿有个段，就确实有点不舒服。但是你这有个段，你不护这个的话，这个段还是存在。而且现在轮到白棋下，加上这又是个大飞脚，他肯定是要动手要破你的啊、在这一带。所以要白棋动手之后啊，这个地方他可下的多。对，你看我们看啊，这个飞一个，在这个地方，这个。现在白棋飞一个啊、白棋飞，哎，这个。在这个地方啊，飞一个，飞在这儿，对，这个棋冲断太无理了，你大概只能这样，对，是吧？只能这样啊，是的。现在呢，白棋这个时候，他在这个地方靠一个，是个好点，明显的一步棋，挺好的，没错。这个棋，这先动手跟刚才黑棋补还是差很多，哦，这个地方还是很大，对。真的是，我要说这个尖呢、是走哪个？真的是我有点为难。我怎么觉得还是这边挺大的？我也想飞一个，但是觉得还是刘老师刚才那个变化更好一些。就这儿没有断点，就干脆没有断点，就踏踏实实补上。这样呢，棋局感觉黑棋还是比较整，而且空也不少。对啊，那白棋这个靠刘老师是很常用的一种破空的手段吗？算是。对，现在这个情况在这个地方靠啊，其实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对，一般的情况是不用飞，直接震一个。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呢，靠一个，因为它两头。你往这儿长，它能跳。啊、往这边搬，它能搬那边；搬这边，它能搬这边。所以这个靠一个是一个好棋，在此情况下，是一个浅消的，的确是一个。现实是个让黑棋为难的好棋。看起来崔哲翰这步靠呢是下得非常漂亮的一手。那么接下来玉芝莹要怎么应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玉芝莹和崔哲翰的对局。白棋靠一个，嗯，这是崔哲翰这是好棋啊，嗯，他使得黑棋不好办。对，退呢被他跳，这个怎么选择呢？最后玉芝莹是选的这面，这个也比较强。对，这个被搬下来，这其实挺难应的，这个真的是不太好，这个我觉得这招棋太大，这太大。那么他走的比较强，应该玉芝莹这个比较强，他粘上，嗯，这个靠一个呢也是一个好形状，嗯，这个我觉得这个这一连串的这种下法应该是不错，对。那么黑棋也走了，你如果搬被他虎也很难过啊，那么干脆他是吃了，那么就硬来了，这就是把脚拿掉。但是这个形状啊，就两头都贴着子双虎的话，白棋的形状好。嗯，是觉得白棋比较成功吧，在这不，你两头都给对贴住了，贴着，那这个形状是白棋好的形状，嗯，而且况且这以后有利啊，有拐啊，这个有各种利用，嗯，利用你只能是这个黑棋大概是最强的是跳，如果你点的话，这儿有利完之后还有搬出去，是，嗯，他有先手主要是，哎、对，在这一带他利完了。这一代都是先手。哎，对对对，这个不能走啊！是的，这个不用要摆一下吗？这个不用走啊，这个只能是跳，这干脆就啊行，那就黑棋现在跳一个，对，只能先自己把自己护住。只能跳一个，对，哎，然后这个白棋走这个，然后他长，对，走成这样，这样的话就是说黑棋两头等于两头这个白棋在它中间打穿了，是个走廊，应该说白棋成功了，对。这个棋黑棋白棋在你的范围之内打成这样，给你中间隔开，然后白棋在这儿飞一个，飞出，对，这白棋挺成功的，我觉得白棋成功了，嗯，是，这样走出来之后，本来你这手棋如果挪到这儿，这都是黑空围起来，嗯，这个价值比那个尖要大。所以我们刚才一直说他应该飞那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白棋的招法太厉害了。这个走完，你看，这是现在是黑棋，这个是先手，大吃一下，是先手，但是这个地方啊，这里有漏着风，是的，里面还有一些利用，这利用我们先不说，且往后说，里面这个是还很薄，嗯，里面有以后死活的问题啊。是。好，现在这个地方成了黑棋要下的硬一点。强一点了，要
冲击白棋。对对对，冲击这个是，我觉得是该出点出手。对你那儿已经亏了，亏了，对，没错，这儿要想办法把那个亏损给弥补回来，在这边。然后白棋再跳，他这个跳呢也是说以后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味道，这个味道在哪里啊？我们看啊，这个慢慢来。黑棋先刺一下，刺一个也不错，刺一个呢？你是粘还是跳？他是选择跳一个。对他跳的、这个、跳一个，他跳了之后呢？这边就伸出很多借用来，比如说他往前跳，往前跳，对，他也不会去吃断吃，他也不要，那这个也不错，跳一个，这双方这个地方下的啊，都是应该说是一个，都很紧凑，不错，这个地方啊，白棋先刺他一下，刺一个，对，然后再飞过，飞过，这个也应该说差不多吧，他反正你就是说黑棋也隔断不开，我就先就是呢拉了胯了，先连着，然后你主要你这个你也得跑，对，因为不走被我，你现在没空来断，对，被我一夹也可能你很危险，是的，所以你得往前跑，黑棋在跑之前呢，先靠断，靠断，好，断掉，对，接上，接上，然后挤一个，对，这个地方呢是白棋，这个是先手，他立了，对，这是他先手，拐一个，你也必然走这个，是，这个走完了之后呢，他这个猴是先手，是吧？是。他虎，这个时候虎一个，白棋黑棋，先那边尖出来，小尖一个，小尖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刚才说的了，这个地方他有搬了，搬顺势搬过来。这刚才这个是长还是尖，这个区别现在就显现出来了。如果刚才是长的话，人家搬你就搬出来就是了。对了，如果这个子先要了是个硬头的话，这边还是一样。对，那就不一样，这个就搬起来了，但现在不能搬，现在被断了，对，断先手，那就麻烦了，是的，是吧？所以现在是，所以他搬就成立了，那跟那个就差的很多，这招棋差的很多，对，好，现在这个白棋下的应该说是比较顺的，对，这接成一根棍了，很厚，它比较顺的，它特别厚下的。关键是一个断点都没有。关键是后面这个棋还有后续手段。你看啊，他现在是，这是黑棋拐一个，他把这个要着先手。对，黑棋是补的。对，这个补一般是补这个呢，他因为木，因为粘上被以后打吃粘不上。是的。对吧？以后还有一个夹，让打吃粘不上。但实战呢，他如果算得远的话，这个棋是应该粘上的。对，我也觉得是。是应该粘上啊，跟后来是有关系的。对，差很多，这天差地远去了。是吧？对。哎呀，齐老师视频很高啊，这个是真的是里面我们意见一致。我们往后看啊。而且跟上面那个劫也有关系，如果粘上要打劫的话。哦，对，这个棋应该不要贪图那个木了，就差这个时候应该粘上这个。没错。这个是差很多。这是我们替崔哲瀚说啊，于志颖说啊，如果粘在这儿的话，后面在这边的下法就不一样了啊，没错。好，现在我们说这个先告一段落啊。对，他是走的。现在接上，然后黑棋飞一个。飞一个，对，他也要逃啊，不否则这一照就死了。那么黑棋也走的，白棋也走的。白棋先跳。先跳，哎呦，这个跳啊，让黑棋很难过。跳的他不知道怎么赢。如果你冲断，假如啊，假如冲断，现在冲，我尝一个。这长黑棋只能补这个断，因为这个断你受不了。是啊，他只能活一个。那好，这个打劫你受不了。这个就一下子啊，就打爆了。对，一断打。对，这个劫。而且不，他还可以冲进去，不断直接冲。啊，他就断这个。就直接冲，这个就现代化，直接冲，对，直接冲，这个更厉害。这个就一下子你就没法办了，这劫就更大了。这个有可能你整块都是一个打劫活，而且这劫财你也不行。对，就说这个那太大了，太重了，黑棋没法打这个劫。没错，他就你要挡他，也可能这么打也那么打，都可能打报警。那么这个棋不能冲断、这绝不能冲断，那你就已经累了。这个棋不能冲断，跳进去你又冲不断，怎么不好守了？对，怎么守呢？这还有一个挖的这个手段。是的，是的，是的，就觉得这个棋形呢，
人家底下有跳进来，然后上面呢你还没守住，对，这一下这个有点不好办。嗯，确实这个黑棋走什么呢，这个棋还真的是你要靠它粘上，这个棋里面这个还没活。对，最后一直已经想了一下，还是挡住了。对，其实挡住还算是比较强的一个硬挡住哈。对，这个挡一个他是得要活呀。对呀、啊、其实普通一点的想法是觉得好像冲不断人家嘛、嗯、你是不是考虑在这一带虎一个或者守一个、嗯、但是他觉得不舒服，二路还有跳进来，还有爬，还有那个什么，对，他难受，还有跳进来那你虎一个他跳进来也不知道怎么样里面啊，所以走这个也是无奈了啊、嗯、对，现在白棋先靠下来，然后白棋先不走了，先搁置搁置，这个时候白棋形势大好、嗯、对，这个时候黑棋这个地方主要是你还搞不清楚，然后白棋干脆就先，这是应该是白棋自认为也是会觉得形势走得不错的啊，对，应该这么走得比较厚，你那个主要是里面还有很多后续手段，嗯，哎，主要那上面太不干净了，刚才我们看这一带都是黑茫茫的一片，全是黑棋的字，就由于人家小尖了一个，你脱先了，结果被人家飞完了一靠，就全部冲下去了，冲下去了还没完，头扳住了之后，这人跳进来还要威胁你这块棋的生死，是，那觉得下得有点惨，确实。现在靠下就白黑棋、嗯、黑棋飞一个，下面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冲断，或者这有尖断等等啊，这都有毛病。所以白棋先自补一下，白棋走这，对对对、嗯，在这儿。因为之前你没有这个，你搞断它拆出去了，嗯、现在有了那个冲断，那就很严重。对。那走了这个之后补一个是要的，嗯，补完之后啊它自己是联络的形状，再一个呢这一靠肯定靠断，你这个必须要补，嗯，它那儿太厚了，对对，它靠断以后你往那儿跑没有路的，对对对对，这个也是正常、啊、对，所以这个这一代的定型应该说是应该说双方都能接受，应该也是必然的进行、嗯、必然进行啊，走成这样，这个棋啊，然后接下来白棋先飞了一个，啊，先飞一个，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这个棋应该怎么说呢？这个本来这个地方如果粘上这个地方有一个靠，我们先暂且不说，先说这面啊，是，白棋现在夹住，打入，嗯，打入这个呢，他是想试试黑棋的怎么硬，因为你这个地方。看着这个，它有个有，比如说上面飞刺啊，嗯、这面底下不管怎么着一个靠断呐、啊嗯，它总是让你补起来有点累。正常的话，正常应该是我觉得黑棋可能像这一类的是个本手，对，应该是正常。然后走一走，把这个罩住最后。对，你的白棋你这么靠断再说了，嗯、或者你中间你这个我算是一个联络型，把那个头。压着过去，我觉得这个是个正手，然后你白棋你自己怎么处理再说，嗯，白棋处理也需要动动脑筋的，对，也不是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也需要动动脑筋，对，主要问题就是白棋刚才下得太厚了、这边是铁壁，这边还是铁壁，他自补了一个贴完了，是，但是
带你看实战啊，他是就在这猴一个。是的。首先，你这个打劫你是比较重，嗯，不像那一劫爆，对，你打劫去累一点，哎。就现在这个劫，相对于黑棋的生死而言，就不是那么关键了。哎，对。如果你走这儿的话，这个劫是提带响的，带响的提过去的是要，哎，是。所以他就弯一个。他觉得弯一个，然后黑白一冲，挡住，再弯一下，接上。这个白棋这个猴了之后啊，这这儿多出一个断。啊。多出一个段，嗯，这个段呢，如果段哈，你现在是有个回家，比如说可以点着回家，啊、我粘上，但是点完了，这个可是就麻烦了，这来叫吃先手，嗯，这个叫吃先手，那这一走整个都死了，全死了，啊、整个都死了，你这一挡这一打点这是死棋，这个、嗯、这个不能走。对，不能这样，这不能下，这死光了。对对对对对，那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后面看啊，这以后一段呢，这一段呢，你只能是如果是断，白棋断啊、哦，你只能吃这个。打吃，等它接上可以挖死。哎，你接上它能挖死。假如说它接上，对对对、啊，可以挖。这可以，但是呢，白棋有个作劫，不会接上的，白棋会作劫。对。我觉得就现在就白棋就应该这么下，接上。你接上，实战这面都不走。白棋就干脆就这么走，直接做劫。哎、你这个打这个劫，嗯，打这个劫呢，它这个都是劫，这个所有的、嗯、这，甚至是我觉得，之前非之前都应该先走完。这里连走两手的话，黑棋怎么都连这个都不走，连这两个都不走，啊、这两个都不走，先做劫。我怎么是摆两步棋上去的话，这黑棋无论如何走得越少，已经走了两手，那你再打劫也来得及。对，但是最强的就是先走成这样定型，完了这个不要走这个，就什么单飞或者单跳都行，单飞也行、嗯，这个都是每走一步都是劫。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冲啊，都每一步都是劫，而且下法都不一样。对。关键是你白棋如果粘上是先手，不但吃通了，你粘上之后如果被白棋打这个劫才打赢了，这是先手，这一尖你这是死棋，全死了。对，所以这个劫等于黑棋是输不起的。对，输不起啊，人家白棋打赢了是绝先，要不然你这步快棋要死了。是啊，但是黑棋打赢了对白棋没什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地方是白棋的机会很多。嗯，其实就是应该在这个之前呢直接走。对，而这个崔哲翰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应该棋风很犀利的很那个，对，他是什么绰号都很说是叫毒蛇，哎呦，他这个就是很强 啊，对对啊，但下手很毒啊。对，其实不是说那种很贬义的意思，是说他的棋很厉害的意思，很厉害的意思。我得解释一下，解释对，确实，但是他这个棋厉害，我觉得这个时候有问题。对，这个崔哲翰因为这个我是珠海队啊，他是我们的外援。哦，珠海队外援，所以您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哎、还有点熟悉啊、哦哎、但是他今年这因为这个踢足球啊、嗯、把这个脚伤了、哦、所以我们请他的也比较少，可能也之前停练了一段时间。哎，对对对 对、哦、这个棋这个棋你看啊，他不断，他是先冲了一下，在这儿从这个时候之后下的完全是不对，完全不对。崔哲翰这个开始下车，被于志莹啊冲断，每一招都是劫财。对啊，这所有的棋先断没法不应，先断每一招，这儿就走了几多少个了？你看这走一大堆白棋都不应该走，而且每走一步棋啊，你白棋黑棋都你多一个变化之后啊，这面黑棋都好下了。就每走一个都是劫财，而且本来你的变化有可能劫财，还选择更强的多的那种变化了。是的，他就打这个劫啊，他顺势有可能飞啊或者跳二啊，他都可能下边都不一样。对，现在这几招断了一个，接上多好的劫财他不走，他都给走成这样，先走掉了，他没辙了啊。这个时候再断，因为这个不能冲过去，冲过去被人家爬。对对对对对，断也不行。你看啊，这个他这边走了一堆这个不该走的棋，挡住断，对，接上，这不能往前冲，冲上一爬。好，我们看看啊，这个如果你是如果走这个被这一挡，断一打吃。哎呀，这个是黑棋太舒服了，全部包打。哎，这全部包进去，那都是
这个没法看，替黑棋下棋了。是的，啊、对，这他没法下了，所以呢又开始转头打劫了。现在开始打劫了，那这个时候打劫不一样啊！哎呦，他是，这个时候打劫是必然的啊，这个他不可能点在这儿，这个应该早走。这看起来好像是觉得下两步就觉得这儿不好了，然后再回过头来下那儿。好像，但是这个时候很奇怪，找劫财，不明白，藏了一个，找这个劫，嗯，然后提劫。那这个就是说，白棋这已经走的特别不对。但是即使如此啊，你如果让白棋先手粘掉、吃掉，你这个棋也不好办，黑棋也不好办。就是说，比如说黑棋在这儿走一个，是吧？嗯。假如说这样，那么粘上白棋先手粘。对，粘上先手粘，那么黑棋得做活啊。那他这个地方，他还有他这还有靠断，靠断呀、啊哎，之类的，这个棋也赢不了。这先手这个地方还有搬，还有留着棋。是的，是的，嗯。那么这个棋有点意思啊，这个那怎么办呢？关键是黑棋的劫财多，靠一个，靠这个，嗯。我们看了，哎，黑棋啊，你看靠一个，嗯，你这要冲这劫财是吧？对，冲一个，冲这个。然后提劫，这个劫财多，白棋这个时候他的白棋就长长一个，对啊，在这儿长一个。那黑棋也挺狠，他说我接上我还不干呢，我得先把你断了。哇，太狠，这就真的是这于志英这小姑娘啊，吓得他对方没脾气。嗯，然后这个断也是非常强的，我仗着劫财一个多、啊，这样一来的。断开这白棋的劫就重了，嗯，他加一个，加一个也是劫财、嗯，这都是都没办法填下劫啊。然后白棋冲，劫财，嗯，然后黑棋再冲，冲一个。这个时候不、嗯，这个时候啊，这个冲不对，我觉得应该尖这个，单尖，哦，这个我们看看啊，这个棋应该尖这个，嗯，白棋尖的、这个、小尖，对。你既然断我，应该尖，本性是尖。啊、哦哦，你冲断我大概是，对，只能冲断我最佳。冲断。嗯，对，而那个还有个劫呢嘛。对。然后不着急。然后白棋再拐。白棋拐这个。拐这个我冲不过去，现在。对，你冲这个冲我就冲这个了，我就冲这个了。啊、一溜长就行了。对，这就麻烦了。那。这黑棋这一整块全进去了，那不行，那不行，全部进去了。哎、应该尖那个，嗯，应该尖在这儿。尖呢，就是也是你回不去那个，嗯、这个你回不去，回去就是紧着气呢。没错。他这个是这个棋，我觉得尖这个可能也是棋的金，对，他是冲的。他这看起来就一溜的想找劫财，想把劫打赢。嗯、对，他是冲这个，这个时候我觉得崔振海是有点短路。后半然后这是个劫，打吃，立下来。对，再一个劫，然后长一个，长一个，这被人家尖回去了。对，啊，尖回那个尖是要点。对，关键尖完那面有东西啊，它是这个挡这个是好棋。提。对。然后白棋靠了一个。对。然后再提，对。然后白棋搬，黑棋搬，对，是吧？搬这个，搬这个，它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你如果挡这个呢，那以后这儿有个搬过了，你一个劫财的问题，它试试你的应手，也是劫财。嗯，哎，实际上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棋啊？你如果提这个，嗯，它有一个尖，小尖是吧？你这个地方搬，它有个靠，嗯，所以说我说这个棋如果放在这里。这个棋是成立的，你整块棋要放进去了。对，但是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它这个地方，它接上，你它有个接啊、哦，这个不同了，挤过去。原来你这个子放在这里没问题啊、哦，放在这里就回家了。现在不同，现在被它一扑掉了。你走这个，它把这个，它活了，哎，活了，这个它活棋、嗯，是的，所以你这个不成立了。嗯、但是呢，如果这两个交换，我回去让你吃了，我这儿有个爬，你这块棋以后也是。有死活问题，对，所以他是你应手问题，是的，是的。好，他这个棋呢，就这个地方也有很微妙，所以说这个如果放在这儿，所以很早就有这个棋，黑棋搬一个，对，搬在这儿。那现在白棋就补在这儿，补在这儿啊，他把那边先吃干净，那提劫啊，提劫对，然后白棋拉回来，
拉回来，粘上，这是解裁，打一个，他提，提掉，是，那么又是解，提解，一起提。现在这块棋白棋可搁进去了，这个劫变特别重了。因为白棋这块棋有生死问题，对，生死问题了，对，所以他现在呢赶紧挤了，他也没劫财了，关键劫财自己打的都损了一堆劫财，没有，现在劫财不够，那这个太大了，这个太大了，这个粘上太大，赶紧先接回去，有死活问题，是的，而且下面还有一个黑棋有个连回家的问题，嗯，死棋变活棋了，那个又变成个那个巨大的棋，白棋现在挖了一个在这儿，哇，这个也看不太明白，这个好像也不对，这个哇，崔正汉这个棋可能也应该先搬一下，先搬这个，你挡一个，我再煎一个，先把底下做活，然后煎一个，你把它吃的之后，我再活那个角，可能也不差，对，让黑棋白棋吃这个，你这儿还有煎，嗯，把那个角上比那个还大，嗯，应该先搬一个试一个硬手，先搬挡着，我再煎在这儿，哦，应该那样好，嗯。现在实战呢，黑棋现在先出手了，我先动手，我先拖一个，先弄你，先要求你这块白棋先做活啊，我那也不着急。然后白棋二路加，他得做眼、啊。这个特别大，对，这个靠一个是个金、嗯、啊，是，嗯，黑棋顶一个，对，那他难受了。然后白棋现在拖一个，那个等于把那个角给损了，本来有个扳。必须损那个角了，然后要求做活啊，然后黑棋现在回到这儿了。回到这儿啊、那白棋接上呢，他打吃，接上，这是断掉，对，把这个棋金算是走掉，连回来吃掉了，嗯嗯，这个叫吃，吃掉那个、嗯。现在这个时候白棋就下的有点奇怪，因为这两步棋呢，这个目数基本上是可以判断出来的，正好啊，差不了太多，哦，都大小差不了太多，哦、但是呢，那个也巨大，这个也巨大，哦。正好差不多，使得、这个、他实战是走了这个，是吃的这个，吃的上面那个，啊，吃的上面那个，好像吃的上面，啊，是吗？啊，那个那走差不多，啊，走了这个，对，走了这个，走了这个，是。然后黑棋打了一下，打了一个，对，打一个。这样呢，总算是告一段落了。然后他把这个吃那个太大了，这个吃回来太大了，对，嗯，啊，他退一个，嗯，粘上，对，接上，然后赶紧把这个拐了。但是这样一来的话。这个转换进行至此，是不是觉得已经把这个冲吃掉了？哦，那个也巨大，那个也特别大。对，因为正好是落到黑棋的手上，这个也巨大啊。因为这个不是绝对线，因为把它吃通了。对，吃通了，但是这个相当大。嗯，就刚才还在想黑棋是不是能爬回来，但是爬回来是后手，因为人家中间已经通了。对，所以呢就来不及。嗯，但是这经过这一系列转换的话，这个胜负的天平已经向黑棋这边倾斜了。这个时候还是个细棋哦，但是这个棋转过来转过去，白棋失去很多对呀、啊、一举取胜的机会。刚才这一带哎呀，这些都是一举可以拿下的棋，是的，他会很后悔，我估计。嗯，现在黑棋冲一个，然后白棋收官小飞，对，然后小尖一下，挡住，把这个中间冲了。把该收的都收掉，打吃接上，然后呢，把中间这个，看到他虎一个，哦、他虎了这个，这对，虎一个现在是最大的，这个、哎，然后黑棋搬粘，黑棋搬粘、嗯，对，然后把这个挤了，先手收官子了，啊，白棋先冲一下、嗯，然后把这个粘回来，提掉，下成这样，下成这样，嗯。这样，黑棋做了个眼，先手、就是，先手，然后把这个挡住，这是逆收，挺大的、嗯。对，嗯，然后接下来呢，白棋收了这个，这个也不小，对，这个不小，那个也不，对，不这个也大，大，小尖，嗯、小尖、啊，嗯，这个大官子基本上都差不多了。然后黑棋小尖之后呢，这个这个也还有，嗯，对，白棋把这个先挤了一下，先手，他提掉，对，团了一下，接上。然后把这个拐住，看，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嗯，他把这个先手打了。这先手。对。踢掉，然后挡住啊。对。啊，黑棋，贴了一下，这已经是现在最大的官子了，因为就只剩下一些小官子，这棋呢比较微细。
非常微细。这个大杀小输赢。但是这个三星杯呢，主要是韩国人举办的比赛，所以它是贴六母板的。六母板这很重要，这在棋微细的时候，到底是贴三有四分之三子，还是六母板，就差这一母可能。最后也就在这个毫厘之间。是的。最后就跟这个正好跟贴母能够有关系。对。后来呢，白棋团一个，白棋把这个冲掉，然后团一个，黑棋扳了一下，挡住，然后打吃，提掉，接上，白棋先虎了一下，挡住，棋挡住，然后再提掉，黑棋提掉，这个都是先手，该交换的都交换掉了，官子都是必然的官子了，对，搬粘，然后搬粘，接上，黑棋搬粘，对，接上，这个都交换了，走掉，一目官子输非常细，半目胜负，对，最后就是差这半目，半目胜负，虎一个，又拐，拐一个，接上，这棋呢，最后的结果呢，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就是说。执黑的郁之莹啊，他是以盘面七目，也就是半目的优势战胜了崔哲翰，挺进了三星杯的16强，祝贺他。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